今天呢，我们又出发啦。这两天真的特别晒。之前我们去草原玩的时候，然后大家都说草原特别冷，然后我老公还带了一件皮衣、皮夹克去的，差点没把那个皮夹克给晒化了。我们回来的那天，就是昨天是42度，今天也在持续高温。我刚刚上车看到车外面是41度，北方的41度、40几度。说实话，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经历，就是它不像南方那么湿润，它是干燥的。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在阴凉的地方是不热的，很凉爽。有一个缺点就是你开空调是没有什么卵用的，是晒。所以我虽然很热，我还是穿了防晒衣，因为我真的很害怕我花那么多钱往身上抹的东西没有任何卵用啊。然后今天呢，我们又是美食小分队又出发啦。今天我们去吃，反正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就是南京啊，之前在哪我都没有看到，在北京就是叫干锅牛肉，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然后也主要是一个吃牛肉的项目。我之前特别惦记他们家的这个吃的，所以这次来才又约了朋友带我去吃。那今天我们就出发去吃干锅牛肉。你拍之前先别拍，你看一下我眼屎吗？没有眼屎。你把这段掐了啊！那套了，把这段掐了啊！我打算要半斤，你吃肉吗？不吃。不吃。你就吃菜一下。对。那我点我自己的吧。那我要一份肥瘦，一份肋扇，一份胸口，一份骨髓，一份板筋，一份腰。要不这样吧，我让这个菜单上的一样给你上一份吧。太多了，太多了。谦虚，简单吃一口就行了。谦虚，简单挑几样就行了。就看你看这有多少种，一个下一个，撑死了。我打算就要个5-6份就够了，就什么玩什么就不要了。大哥，哎，我要养老的，我怎么那么爱吃腰？夜市，据说这边有一个规模还不错的夜市，美食小分队怎么可以放过？所以我们来出发看一下夜市哪家店比较好吃。这个地方被我承包了，吃垮这里。看一只吃饭的黄狗，你们家里的狗吃饭像它这样挑吗？
我老公家的狗吃饭都是秒了，一碗饭他就东挑西挑，今天已经算他吃得香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不能再继续说了，再说一会儿他的坏话他吃都不吃了。午饭不是夜宵吃多了，本来今天晚上要吃不吃饭的，结果因为没有发毒誓不吃饭，就在夜市失控了。我们四个人吃了好多，最后四个大饱肚子各自回家了。然后我就泡了一大碗超浓普洱，打算把自己体内的东西油逼出来。你们猜我能不能一饮而尽？看，这是我的头，就是这个碗，看看我能不能一饮而尽啊！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我们天天就要去遛狗狗啦！新的一天又要开始舞啦！我们又出发了，今天去我公公婆婆那里吃午饭。在吃午饭之前，今天好不容易不是40度高温了，哇！这样看我的胳膊好像练了哑铃的壮汉。我看一下多少度，今天只有31度哦，而且不是暴晒。我和果果还有果果他哥，我们三个决定去一个好地方遛他，遛完去公公婆婆那里吃饭饭。嘿嘿嘿，美食小分队又要出发啦！果果，果果最近也吃胖了，我们就家庭性的长肚子了，一家人家胖得整整齐齐。我发现啊，我来内蒙之后好像变成了一个干皮，就完全不怎么出油了，而且我现在就是完全无需定妆，妆根本就不脱，就是我今天粉底用的是雅诗兰黛的 Double Wear， 完全就不需要定妆。然后到这里我带了好几个哑光的口红或者唇釉来，但是来这里我爱上了滋润型的口红，挺好的。也可能不是内蒙古的问题，是我年纪的问题，是吧，果果？好，那我们去遛小狗啦。Hello， 大家好，嘿嘿嘿，果果，快来，看，遛什么？来，过来看一下。Hello， 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下巴，果果给他们看看你的双下巴，给大家看一下角度对一个人的重要性。这个是90度俯视，看一下我的双下巴，多么的生动立体。准备 ，Ready， Go。平时隐藏的很好的脖子是吗？这里是平视，准备要仰视了。哎呀，仰不下。嘿嘿嘿，狗狗看一下你的180度视角。萌一个，萌一个，咦。家庭性的上下吧，看这个狗，看这个狗，奔跑吧小黄狗，哎呀，超级不配合的，一点都不笨，奔跑吧小黄狗，对不起，我不惹你了，你不跑行了吧？不跑行了吧？我在遛狗的广场的停车场发现了一个野生诗人，奔跑吧大黄。不好意思大家，我家狗一出来就吃野菜吃野草，对不起，我不该在广场上放羊的。果果别吃了，你在家吃过饭了。果果，果果，果果，别吃了。我不知道这只羊是谁家的，我要不跟这个广场上说一下，雇你来除杂草吧，他专吃杂草，正规的草都不吃。这个水管子魔性吗？像不像一条大橘蛇？我们家米米长大不会就是这个样子吧。下午的我们又出发啦，上午我们吃完饭以后就回家，一直剪视频，他在剪视频，我在做淘宝第二集的攻略。然后我们现在要外出遛狗，中午呢这条狗在这里，这条狗表现超级不好，超级，说的就是你。但是我们不忍心把它一个狗放在家里，打算再给它多一次的机会，希望它等会儿到那儿能好好拉屎。每到这个时候，广场上就出现一对暴走大军。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什么样的节奏是最。Hello， 大家。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美食小分队呢今天要出门去接爸爸妈妈，然后我们去吃饭。
今天太阳特别晒，我又穿了我的保命防晒衣，然后好久没有尝试这么清淡的妆容了，自己感觉有变得知性一点。今天我们的计划是去接爸爸妈妈吃饭，然后把爸爸妈妈送到分别的地方，然后不是分别的地方，就是他们下午要去的地方，然后回来录一个小视频，一个大视频，然后继续剪视频，剪完如果有空，我还打算去一趟超市。这就是我今天的计划。昨天晚上因为最近吃的太多太罪恶了，昨天晚上没有吃晚饭，我的肚子一直在轰轰的响，真的很痛苦，所以提醒我今天中午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是这样的，起床了，然后突然想到，哇，起床就可以吃饭了，就整个人变得亢奋了一点。现在我就要出门吃饭了，拜拜。我们今天来爸爸妈妈这边做冷面吃，是我老公操刀的，然后给大家拍他做的过程哦。一只晒太阳犬，雅雅，嗨，嗨，找关键部位，嗨，雅雅，它在看守着，我放在这边晾的，这是牛肉，我们要把它晾成牛肉干，然后把它烤一烤或者炸一炸，就成了牛肉干，特别好吃。但现在还在晾，就是还没有晾好，这样子的，表面干了，内在还没干，之前已经把它们腌了一下，现在闻起来特别香，所以这些牛肉干有了一个小护味。今天中午你要给我们做什么呀？面呀，冷面吗？冷。他先说。Feel the beat of my heart, first a look, then a spark from the second. When we make contact, boy, it's the chain reaction. That's the physical, chemical interaction. When we combine, feel the satisfaction deep inside my soul. When we make contact, boy, feel the heat increase and the mind's racing. Help me weaken the knees and the earth gets thin. I can barely breathe when you make contact with me.Kiss you right there, nice and slow. We can take our time. Tell me what you want, boy. I'll do anything, make you feel alright. And I need to feel your skin on mine. We are just two of a kind. Feel the beat of my heart for so long. 这辆车停的确实蛮高的，很炫酷。我们又来到超市啦。是谁要来超市的？因为我有几样东西用完了，就不得不来补货。还是那天那个超市，等一下给大家看看我来补了什么货。从超市回来了，给大家看看我买了什么。一提抽纸，这个洁柔的本色纸，这边没有那个德宝。然后我老公买了两条本土烟，看叫呼伦贝尔，这个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是送给南京那边的朋友的，让他们尝尝本土烟。一个车厘子，两个火龙果，一袋荔枝，一个碧浪洗衣液，两个八宝粥。我觉得这个宁露的这个椰奶燕麦粥特别好喝。一包化妆棉，我就在超市随便拿的。一个洗发水，是我老公调的，他非要这个，就是他也没有用过，但就莫名的要这个。然后这个是之前微博上有个小伙伴私信我，他说他是牙医，然后就推荐我，我忘了说云南白药里面有什么就对牙齿不太好的，然后他就比较推荐我用舒适达和欧乐 B 的那一款，好像是进口的什么，但是那款我没有找到，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舒适达，它是这两种，黄的和紫的，回来用用看吧。我前两天还买了几盒面膜在冰箱，就不拿出来了，那就是今天的一个迷你购物分享。我们又出发啦，中午吃了香香的冷面，然后呢下午在家一直在剪视频，最近的视频不少都是我自己剪的，今天我们就是混合双剪，对吧，男女混双剪视频，今天我混的多一些。然后他为了奖励我太累了，我剪的一直在那边默默流泪，然后他在奖励我，我想吃吉野家的鸡肉饭，但是晚上要减肥嘛，然后我们就改成去吉野家买一份鸡肉不吃饭。现在我们就吃了，拜拜，现在天气好舒服。
我们现在从超市买完东西啦，超市对面这一片全是蒙餐店，就是蒙餐集中营。看这边就是卖一些奶食的蒙古族的小零食店。今天晚上的天空好好看啊！我现在买好东西啦，我们要开车去我公公婆婆那边。现在我们走到的是这边的一个大桥，桥底下是辽河，我给大家照照桥对岸。I'm halfway gone, we fought long enough, long enough, and we were holding ropes, but I'm tied to love, saying, if we had a moment we could ignite, instead it seems we're trying hard to start a fight, along these streets you read my words in the night, you hear me call.Let me come home to you. Let me come home to you again. Don't let me lose you too. Your smile still echoes through my head. Let me come home to you. 他现在在做618攻略第二弹的封面，然后这就是他日常的姿势。一个大趴，然后这个脚就难以描述，那脚还能玩出什么花？我的脚是有礼貌的脚，我的脚会谢谢。那脚咋那么有礼貌？来给大家看一下他都怎么做封面。简而言之就是挖空心思。但每次搞封面都是特别麻烦，要不断的抠图。One thing you showed me Isn't she lovely I guess you'll never know If I never get a chance to let it show I've been thinking what do I say Got a thing but I just don't know Girl I'm sick of feeling this way I got something that you need to know I've been feeling for Take the time to let you know婆婆那边去换一下狗，就是把狗狗放过去，把瑶瑶拿回来。因为我们今天出门是要去沈阳，然后瑶瑶呢，就是这边长了一个小疙瘩，我想带她去那边看一看，那边的宠物医院会多一些嘛，可能就是有一些大学支撑的宠物医院，我觉得会专业一些，比本地的。我们今天就先去换狗，然后带狗瑶瑶去做个体检。狗狗之前在南京，我们每年都带它做体检，前段时间还带它洗牙了。狗狗给它，大家看看你的牙白不白？它羞涩，那等会准备换狗。对面一直是送卡车，是今天的小卡车，他们卡完了。当我见到一个特别神奇的红绿灯，我在左转道那个直行大概绿了10分钟，就一直有送卡车在过嘛。不过不要紧，那高考生让步嘛，他们都快脱缰了，对吧，小野狗们。然后我们现在终于左转了，狗呢已经换好了，现在我们要带狗出去玩啦。看厉不厉害，我的手会变狗。瑶瑶牙牙大牙牙小牙牙帅牙牙，狗陷入了深度自闭。很多人问我这个季节适不适合来玩草原，这个季节的草大概就是这个颜色的，要再过一两个月草才会比较肥美，不过天特别好。看这边天空，我们到这个宠物店啦。刚才已经把瑶瑶送进去体检了，感觉还挺值得信赖的，店很大，仪器很新，然后医生态度也特别好。然后他体检的时候就带大家参观参观这个宠物医院。
出来了，他们现在检查完，瑶瑶是一个小脂肪瘤，就要给他做一下手术。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能出去，要在酒店陪他，所以我们就现在出来吃点东西。我打算逛一逛，看看吃什么。这儿我看到一个羊妈妈粥店，然后看到了两家火锅店，这是薯大侠，再有一个日料，好像倒闭了，一个薯九香，还有一个什么呀？还有一个周董烤鸭，是周杰伦开的吗？周杰伦好像有开店，但这家我不确定。然后我们就再去前面逛逛，看到什么想吃的就吃一口啦。对面又是潮汕火锅和一个重庆火锅。其实我到沈阳就想吃一点当地菜，东北菜好吃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周围全是火锅，还夹杂着一些日料，好像有一瓶大啤酒。突然发现了一家蛮了不得的店，它写着满汉全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店。我再看看，不行就去这家看起来蛮吓人的店。这有一个超级大的饺子店，刚我们还看到一个更大的饺子店，还可以在饺子店结婚的，好牛逼啊！来饺子店看一看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我们先看一看啊。好啊，你唱吧。哎呀，这都可看呀，看看有什么我能吃的。Don't get that deep. I'm usually putting all my walls up in between. I cannot fight this cause you make me weak. My heart is pumping like it's following the beat.You have got me feeling like I'm tripping. Seen a lot of shit, but you're the real thing. Nothing like the loving that I witness when you're with me. So just feel my touch and let it make you feel alright. And I might just break my habits and stay with you tonight. I'll break my habits.在沈阳住的房间到啦，这边是一个迷你厨房。先看看洗手间，今天我来的比较迟，然后他还帮我免费升级了一下。这是一个洗澡间，这是一个拉粑粑房。从这边出来是两张床，他好像帮我升级成了家庭房，就是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像我这样小孩就要睡小床。然后这有一个小客厅，客厅外面的夜景感觉还挺好的。对面是红星美开龙，然后再往里走，这书桌电视，这边有一个阳台类似物，然后哇，他这边空调好隐蔽，在这里就有一个晾衣架，然后是这边，底下就是这样子的。好了，那么到了，然后刚才小病号我们接回来了，他有点蔫儿，我们把小瘤子切掉了，是不是啊？然后刚才我们洗牙了，洗牙的时候说我们有三颗牙根坏了，还给我们拔了三颗牙，他麻药劲没过，所以小舌头是出来的。宝贝今天受委屈了啊，好孩子，乖宝贝，现在我们不能喝水啊。我们出发啦，今天就不瞎溜达了，直接带我们的小病号回家。小病号呢今天早上已经恢复了一些，食欲也比较旺盛，吧唧吧唧吧唧吃了不少，但是因为他昨天拔牙了就不能给他吃硬的狗粮，我就给他买了狗罐头那种肉泥，可是他不吃，我就给他把狗粮泡软了吃的，他香香的吃完以后美美的玩了一会儿，现在开始睡觉了。他就喜欢在车这个驾驶座的脚底下睡觉。牙牙他不想管理我。踏上我们回家的路啦。刚才我们在服务区休息，下去了一个套马的男儿，带回来一些了不得的东西。这个是我此袋子里感兴趣度排行榜第一名，帮我拿着。这个，宋时刻，对，就拿这种包装的比较会过。这个一看就是我老公给他自己买的，因为我并不吃。这个一看也是给他自己买的。哇，这是啥？这是我爱吃的口水面，墨西哥鸡汁味，帮我拿着。哇！这么多，这是我爱吃的小米薯条，我没吃过，尝一尝。哎，这是给谁买的？这些是给谁买的呀？一些豆制品，是我爱吃的东西吗？肯定是给他自己买。这是啥呀？这一看就是给我买的，给我买的。这给谁买的小蛋蛋？我的二蛋，我的两个蛋蛋。耶，东北风味火腿肠，等会尝尝这个。
我老公做的牛肉干出锅了，上面撒点孜然，够吗？撒点，再撒点辣椒。他说他要玩真人跳一跳。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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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恶小分队又要出发啦。现在夜色已晚。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跟我老公吧，本来在他在剪视频，我在做下一期视频的攻略。但是突然间我们就回忆起了他的肚子发出了一个咕的声音。闭嘴。突然间，哎，你说，你过来，我们两个是不是回忆起了以前在这里的美好时光？主要是什么呢？什么的美好时光呢？就是夏天的傍晚，天一黑就出去撸串的美好时光，往事一幕幕在眼前，就，情非得已，我们要出发了。这边是我们以前经常去吃烧烤的一条街，那边几家都是我们总吃的，然后这边还有一家以前也总吃，我们现在就来找回忆。100% with you. Time stands still. We were doing what we loved to. Maybe in time I can be the one for you. Maybe tonight is the start of a fortune. I don't wanna talk, but I do have to warn you that tonight we'll feel alive.Because all this time you were invisible, way we feel is unpredictable. You made this unforgettable. All this time.是我老公外出的一天，所以我叫了外卖啊。这个外卖打不打？米线，好久没吃米线了。我老公只要一不在，我就能吃这些他平时不允许我吃的东西。然后刚才去超市买了一点什么酸奶啊、冰棍啊、果果，还自己挑了一个泡椒味的鸡蛋，买了点矿泉水，就在家吃米线吃雪糕，看电视。下午呢，我要化化妆拍个视频，因为又要到更视频的时间了。这期要给大家拍一下我的草单，知不知道做这个攻略很费钱的？然后没有什么然后的，我们美食小分队又出发了。然后现在不是晚上，我吃的不是晚饭，就是我们今天带狗来的，吃点烧烤，这小院特别好。火锅吃吃。回家啦，给大家看一下我脸上的妆，今天特别满意，我的妆特别完整，就连鼻影都在，就口红吃没了，但是好像起痘痘了。罪恶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今天眉毛连眉尾这都是完整的，然后这一切地方都特别完整，我好激动。哇